太极拳的一个流派，这派太极拳是由河北永年人杨露禅、徐子、杨建侯、徐孙、杨承甫等人在陈氏老下太极拳的基础上发展创编的，流传到现在已有100多年历史。 身法中正，动作和顺，轻灵沉着，平正朴实，练法简单，因此他深受广大群众热爱，开展的最为广泛。国家体委出版的《简化太极拳》与《88式太极拳》，就是在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改编的。 现在表演太极拳的是傅中文老师，现任上海市武术协会副主席。他9岁时向杨氏太极拳第3代杨承甫学拳，经过刻苦揣摩，精心磨砺，60多年持之以恒，勤学不辍。建功时期。 每天不少于3小时，终于将杨氏太极拳的精义奥旨学到了手，并且比较完整的继承了杨氏太极拳的真谛。 在国内外广泛流传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。杨氏太极拳书中共有图251幅，其中71幅是按照杨承甫生前的拳照摹绘的，其余是根据傅中文老师的拳照按杨承甫的体型先绘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拳套拳式的表演，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。 杨氏太极拳既有击技、健身和
治疗慢性病的效果，但只有按照太极拳的要领练习，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。傅中文老师的提示，给我们学习太极拳并掌握其要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。傅老师练拳时喉咙正直，没有偏侧与俯仰，若有不顶于头上，但也不逆直，只有这样才能使气血流通，精神提起。目光向前平视，随身法转移，身体中正，垂直不偏，但与动作转换时仍有含胸、拔背、沉肩、转腰等活动。含胸者，即练拳时胸锐内含，内温下沉，使气从于丹田。拔背者，即大椎穴上提，气贴于背。能拔背，则能力由激发。练拳时腰是松的，能松腰落胯，还能两足有力，炸盘稳固，膝时变化依由腰转动。傅老师练拳时两腿基本上膝时分出，体弱有如猫形，膝时能分，而后转动轻盈，毫不费力。如不能分，则阔步重置，自立不稳，而易为他人所牵动。傅老师练拳，两臂骨节均松开，肩下垂，肘下倾，掌微伸，手肩微起，以力应地，以气贯直。若两肩抬起，则气意